蜜桃小彩蛋，所有意识空间解锁完毕，调研结束，您的意识即将离开调研对象的脑海。筋疲力尽，就是那个踩字儿那块儿，实在是啊，来吧。哎，我觉得明天该恐怖的了。因为今天不够恐怖是吗？连两天不恐怖了，连两期都没有了。上期很恐怖啊。那个入狱那个啊，那恐怖吗？不是恐怖啊，那走来走去多吓人啊！就你蹲的多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不是，对不起啊，我要蹲下了，我要蹲下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你说怎么着？我要蹲下了，我想蹲下，我想蹲下，没等，没等。哎呦！别让，别让，暂停，暂停。哎呀！你觉得哪期最恐怖啊，大力？我想想，第一期是那个小孩儿，第二期最刺激的肯定就是那什么了，怪兽，就是后边就习惯了。没有，最后很刺激啊！最后一堆人推那个架子，然后就他们两人往上。我后来习惯了，我后来就不怕了。他到后来也没好呀。他后来好了吧？后来没好。那没有，他一直没好过。我咋觉得第一期最吓人呢？我觉得第二期吓人，托米红衣的那个。对，那恐怖老楼。就是那绕小区那个。回字形小区那个最可怕。那女的在非让咱们吃饭。托米吗？呵。托米，对对对，就是刚才那妈妈，应该就是同一个演员，是不是？还有上回所谓那个怪兽里那个这么走道那个，这个厉害啊，这个加油王这个，我觉得就前两期一下给我吓住了，前两期挺恐怖的。睁开不会我这儿有什么吧？现在有几点了？你们猜一下。七八九十点。九点还要去吃吗？那你们啊？又是这个问题。我得回去洗个澡，我感觉。洗完澡估计懒得动了，要不点串吧，点餐吧，我觉得。火锅吧。吃火锅啊？除非你点到屋里来。点到屋里来的。就牺牲谁的房间都是味儿。那伦哥的房间呀、啊？对，那就点伦哥房间呗。什么？我觉得林子喜欢火锅的味儿。我确实是喜欢火锅一多一点。你看，